好了，这一次又回来我的频道了。这次要玩这个叫《Dead Hand》死亡手啊。这个游戏好像是讲说学校的故事了。要去拿文件呢，这个是。这里有说过父母。所以送我去一个新的学校，但是只有你能明白，这个学校是很糟糕的地方。但你确定证明你父母了，他们是错的，而你开始就去找这些管道系的文件，在学校里是很重要，可以证明一切。需要在晚上的时候啊，有什么东西会发生呢？晚上，没有关了哦，这个学校的门。这样子，哇，这个西北好料，这个东西，问题可以跑了，我可以躲吗？我是听到有门声音，怎么的门要这样子开？好惨，这个手电筒没有，我是听到有开门声音的哦。那边呢？那文件是怎样子的呢？我是长文件了，啥的这么多章了？我玩错模式是吗？是这个啊？不是嘞，这样是哪一个？很多章没有，连地上都有吗？地上都有屎给你看呢，可以蹲哦！真的是地上都有假蜡的哦。该不会进来了吧？这样黑呀，谁看得到啊？这边一个都没有，没有理由啊！这听到有开门的声音啊，这隔壁是吗？这听到有开门声音，不管在哪里呀、真的是地上购物力哦！真的是在地上啊，购物力哦，是这张啊，不是这张咩？怎么要不到了？这是 bug 来着吗？这样那个应该不是了。对呀、是这张，不是这张咩？怎么用不到了？怎么？哟，这个水会刺我，怎么？啥的，怎么找不到吧？为什么？找不到了。我用这个手是嘛，也喊咖喱找墙啊，没有教学的嘛，找东西。拿到一张了，还有几张？还有19张，够力了。这个张，这张是吗？这张不是。总觉得蹲住走比较好一点呢。张不是啊，这个20张好像是黄色的，黄色一点的比较什么？什么的？这不是了。那个心跳好像是在这附近是吗？关灯。问题不开灯不可以啊，看不到路啊。现在又拿得到，
啥的？才2张罢了，有这样多张啊，可怜。这边还有1张，3张了。该不进来这里吧？刚刚好像是这里死掉了我。这边又1张，4张了。这个壁也很近的声音。不打央池的我，只知道靠近我，靠近我完全不可以跑哦。又来了，哎呦，这个游戏很难玩呢。天哪，这4张过了，很难玩的这个。这个钱币又不能买，这么可以买东西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没有开啊，那个东西不可以拿手电筒照啊，什么好像是。这个不是，张哎，张也不是，很像嘛，它几张是张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才1张罢了。接着蹲住走比较好啊，他应该是靠近我，靠近我心脏就跳很快，是吗？好像是，怎么这就不在这边了？ random 是吗？很近啊，声音。怎么会死掉啊？啊，怎么会死掉啊？啥的，没有弄，没有遇到，怎么会死掉？爆了是吗？总觉得走为危险比较好啊，不然在前面完全避不过这个翻书的，完全啊。看先来有这边先啊，走微微一点先比较好，不然很难避过这个翻书啊。这边有1张，走的一路会怎样了？很好奇了。看到他的样子了。诶，不是，看到的样子了。我像个什么酱啊？不可以啊！这个如果要我就跑了先了，跑我以为这个路比较好啊。不然很难逼过他的我。这边1张。正常，又是图书馆而已哦。然后这边来这么又不知道，这样空空了。这边脏，很难找这个东西啊。有的吗？这边
到我要杀了你。又没追我呢，我是看到我了没？哇，这个要跑过啊，什么好像是猴子回去啊。听到关门声，应该是跑出去可以了。三层，这边还有吗？这边看好了，这边没有了。这边呢？这边可以躲是吗？好像是，这边可以躲。鬼这个线索的吗？这边一张，四张，很难找这些东西啊。应该不在这边了。密码要拿完那些购物哦，要拿完全部才能找这么多张。这边都没有了，我要出回去哦，不是吧？很咖喱啊，又要出回去。附近这里吧，又来呀，很近啊！去设计这个游戏，哎呦，又死了！好了，先弄到这里吧。哎呦，这个游戏啊！看到都死了，跟那个什么一样差不多。想要看的留言跟我讲哦，下期见哦。